林嘉欣喺7月宣布同导演袁建伟离婚，结束12年嘅夫妻关系。佢今日出席品牌活动嗰阵，透露已经习惯新嘅生活模式，而目前小朋友就由佢照顾。头头当然有好多大家不舍啊，诸如此类。不过我觉得事后佢哋发现，原来爹哋妈咪分开住，其实爹哋妈咪系开心咗好多嘅。咁我觉得呢个系即系佢哋成日话 happy parent， happy 嘅家长就 happy 嘅细路噶啦。咁所以我觉得我哋都系朝住咁样嘅方向咯吓。我平复咗啦，因为我觉得最关键系我同阿袁导演，我哋好多个沟通，咁我哋其实基本上日日都通 WhatsApp 噶，咁都系为啲女嘅安排上啊，或者学习上啊、进度啊之如此类，咁所以其实一定要咁样先至可以仍然喺一个正向嘅家庭里边咯吓。教育方面係，我覺得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啦嚇，即係有小朋友嘅家長爹哋媽咪都實面臨到嘅，咁只不過係係咯，即係我哋捱唔到，咁所以就選擇咗分開會開心啲啦嚇。